无自由、失自由。呢一位辣车手觉得秒秒都俾人喺度监视，更加要受人摆布添啊！佢而家死死地气信人意，目的都系为咗个老婆仔咋。Ethan Hawke 新作《Get Away》。到处都是闭路电视，但是这样是不是就真的可以保障到大家呢？ Eric Banner 的新作品 Close Circuit 同你探讨这个问题，星期六晚7:40，星期六首话。